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，我是吴新宇。今天的棋子艺术呢，我们给大家介绍第15届 LG 杯比赛中的一盘棋啊，是由中国的孔杰对阵韩国的穆正硕啊，我们来看一下这盘棋。接着刚才呢，白棋跳了补啊，把这块棋呢就是补活了。现在局面应该来说还是非常的这个焦灼，一个胜负很难讲的这个情况。现在呢，黑棋打入呢抢占大场啊，白棋靠出，这个也是，如果这个不出来被黑棋这个一封住的话，本身就有点先手啊，不然两尖一点的话。这个金贵角白棋少了一颗子，那么有先手味道，同时封住了以后呢，这个这一带的空还是比较多，所以白棋呢靠出来，然后黑棋搬，白棋长，黑棋呢粘上，由于这里依然呢有搬的这个手段，所以白棋呢在这没有办法啊，还是得走一个呢次的熟手，防止呢黑棋搬出，那么黑棋粘上，粘上以后呢接下来白棋这步棋呢，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一手啊。这个次完了以后，把黑棋啊已经就是说走得很强了啊，加强了。按道理普通来说呢，这块棋呢是比较厚了，但是穆正硕呢还是啊依然在这里打入。那么这打入看似呢有些无理啊，但是呢实际上呢他有他的这个目的啊，有他的目的。这个呢白棋呢其实只是想呢利用一下这个子啊，或者说是跟你交换一下，准随时呢准备弃掉这颗子啊。如果说啊黑棋最普通的压住啊，这个白棋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活路了。不过这样的话呢，这个白棋黑棋呢倒是容易呢中了白棋的计。那么白棋会呢点这个啊，他实际上呢实际上是想弃掉这颗子呢，便宜一些目数。再搬粘，那么如果这样一看的话呢，由于以后有加啊，等于就是和普通的点的搬粘相比呢，那么以后它这个点和你压呢，这个黑棋白棋呢就便宜了啊，这个是白棋的意图。你黑棋不管啊，这个是跳在这里吃还是尖在这里吃啊，这个都是一样的，白棋还是点了搬粘，这个都是。那么你如果黑棋要补一手呢，虽然我这个损失了一点点，但是呢获得了一个先手，这个就变成一个先手官子了。这样呢白棋是可以满意的啊，想弃这个子。那么呢黑棋也看清了啊这个白棋的这个意图啊，黑棋在这呢孔杰呢也是下得非常强硬，当然也是根据形势所需了。因为黑棋这个时候谈不上任何的这个优势啊，那么黑棋走得非常强硬，直接拆在这里啊，你送到这个嘴里的肉呢，他不吃啊，这不上当，要跳在这里大吃你这颗子啊，要大吃这颗子。那么白棋这个想弃子啊，引诱黑棋的这个意图呢，被黑棋看穿了。那么白棋这时候当然呢就要跳出来，势必呢双方在这里啊也要发生一场这个战斗了。那么黑棋压，白棋拐，这个是必然的啊，这个头是一定要出来的。压了白棋拐呢，由于上方啊这个有白棋有先手便宜，黑棋这时候呢先搬一下啊，这个也是一个行棋的步调。等你
白棋拐的时候呢，黑棋在顺势呢，哎，靠出来，靠出来，靠出来，这样呢，搬了一拐，你靠呢，这个是行棋的一个步调啊，同时也是可以说是非常紧凑紧凑的下法啊。这时候白棋呢，稍微还是有一点难办。如果只是简单的去退呢，不行啊。这个虎是先手啊，这个虎是先手。我们也说过，这个头你总不能被黑棋分进，一分进去，几乎哈，这个脚上呢，这个死活有问题啊。至少以后黑棋这些啊，冲了打也行，就是说这个是先手，这个脚上明显呢没有进火。那么你要是跟着走再拐的话呢，那么这个一飞啊，黑棋再一飞呢，白棋这几颗子啊，这个想做活呢也并不是那么的容易啊，也并不是那么容易。所以白棋啊没有从这里往外钻。那么白棋呢，这时候先尝一下啊，再说这个先破坏一下这个黑棋的形状。如果黑棋粘上，那不一样了啊，那这个再长头，这一带呢黑棋就没有先手借用啊，即使你拐了，下一步呢也封不住这个，也不好封住白棋。那么你再飞的话呢，这个就明显呢有这个弱点了。所以黑棋呢还是只能搬啊，先把白棋这几个呢送进去。那么白棋就挤一下，黑棋粘，白棋虎。这时候呢黑棋走出这个点的抢手啊，点的抢手。不能随手虎啊，随手虎的话呢，这样白棋一虎啊，这个就形成这个打劫了。这个打劫的话呢，黑棋呢似乎不太有力啊。如果你开劫的话，由于白棋一个啊，在这一带有一些劫材，同时呢，主要是白棋这个贴完以后啊，再跳一个，这两手呢也是让这个黑棋比较头疼的啊。这两手走完以后呢，这块黑棋呢没有活，所以黑棋呢这个打劫的话呢，全局是劫材不利的啊，就是劫材不利的。但是呢黑棋也准备好了点的抢手啊，点的抢手。那么白棋当然只有挡，然后黑棋在尖，黑棋在小尖。这样随时要打了度，那么白棋呢要加，黑棋再跳下来啊，对白棋发动这个冲击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棋呢，白棋呢，想做活其实呢是可以的啊，白棋呢想做活其实可以。那么白棋可以打吃这个，这样一打吃呢，气变长了。那么势必黑棋要接回去，然后呢白棋再顶一个啊。现在黑棋呢强杀不行啊，强杀呢白棋可以挖粘啊，挖了粘上，这不行。但是呢你这样活呢是非常的委屈，黑棋在这一带呢有很多的借用啊，比如说这一带有很多的先手，那么再靠下来这个呢，白棋说不定只能委屈的做活啊，你搬这个他都可以连搬。那这样呢，被这个吃下来呢，这个白棋觉得活得太委屈啊，不肯，这里一带的损失啊太大了。所以这时候啊，穆正硕呢还是贯彻了当初打入的这个意图啊，他依然呢在这里选择了一个弃子下法，冲打吃啊，粘上，那么度过，这里呢就形成了一个杀气。不过这个杀气呢，当然对他们这样的高手来说呢，也可以说是这个
心知肚明啊，这个结果。白棋吃，黑棋粘啊。白棋呢，如果杀气的话，打吃，我们来看看是个什么结果啊。你要尖，黑棋呢就一虎啊，你挤到粘上，黑棋外面是一二三，这白棋是一二，这个明显是白棋呢气不够啊，白棋气不够。那么从那边对杀不行啊，从那边对杀不行，从这边呢对杀呢似乎呢、也只能在这边呢来做点文章啊，这个所以现在先打吃，这个势必要跑。然后呢，这个白棋呢在这里打吃啊，打吃完了以后呢，这个啊看得见的是这么弯出来啊，那么弯出来，但是呢，现在呢这个棋呢，黑棋啊可以强行粘上。白棋虽然啊这个有冲断，但是呢这个黑棋可以跳加啊，正好呢补住呢这个弱点。当你冲出来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哎，黑棋可以强行帮助啊，强行帮助，把这个打和这边呢都给防住啊，都给防住，来不及。这个白棋如果早先啊能断到一下，和这个交换到一下，那现在就可以。但是呢，很可惜呢，现在呢，走不到了，没有时间走了。这样白棋里面呢，并没有棋。那么这时候啊，穆仲硕呢，这个你总得找点这个利用啊，是吧？这个就这么死了的话，这个。总不行，那么穆仲硕现在呢是先靠一个、哎、黑棋虎，白棋退，不过当然孔杰呢也是计算精准啊，他就冲帮助啊，帮助，这样呢对杀呢似乎这个是白棋呢不利啊，白棋挖一下，黑棋就叫吃。那么这个局部啊，这个是这样，白棋粘上，那么你断这个是吧，断这个呢，黑棋就是说可以呢，哎，在这一带补住。那么你这里啊，计算长是先手，你不管杀气呢，你等于是要把这个粘上，我这里出不来没关系，我走这个，你怎么走呢？由于多了这个一路扳啊，这个呢，总是这边的黑棋呢快一气啊，快一气。那么就是说呢，孔杰到这时候呢，这个白棋啊，他就死了。外面虽然有点借用，但是呢，也没有什么好的这个用处。那么这时候穆仲硕啊再想起呢断一个，那么这个时候呢肯定是为时已晚，是吧，为时已晚，这个黑棋呢不会轻易的上当，那么呢赶快藏一个补助啊，补助以后呢，白棋会以后在这边呢，也能得一点小利啊，得点小利，但是呢相比这个全部死了，那么白棋呢似乎呢还是不太行啊，这样如果说是只是这样弃子的话啊，没有任何借用的话呢，肯定呢这个不能说这个白棋呢是弃子成功啊，弃子成功，反正孔杰至少认为这个棋呢已经把这个白棋呢给杀掉了啊，杀掉了，那么你外围呢也就是断了一下，但是我不上当，这样的话吃掉白白的这个白棋都死了的话呢肯定是不行。
不过呢，在这个地方啊，实际上呢，这个木正朔，哎，他有他的这个目的的啊，在这个所有的这个进程中啊，有一部盲点，可以说是史活题教科书一样的这个盲点，这个呢，孔杰呢忽略了啊。那么木正朔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？啊，我们再来看一下。现在走了一串啊，似乎白棋断被黑棋补，这边是什么棋都没有了。那么这个白棋这个弃子显然谈不上是成功啊，谈不上是成功。那么好像白棋也没什么好的办法啊，这个地方你还不好吃这三个子啊，你如果立呢，这个一长啊，这里你要想吃呢还不能粘啊，只能是往回呢去收气，收气的话呢，那么他就如果打啊，这样呢倒是白棋啊可以这个吃掉黑棋，那么黑棋呢我们就拐一个啊，那你粘上呢他就打吃，给你呢吃掉一点，如果只是吃回来这么一点点的话呢，那么和这个损失相比呢还是不足以挽回啊这里的损失。那么这时候啊，白棋呢一看啊，好像作战失败了，死了，这个棋不行了，是吧，这个想弃子没弃好，变成被吃了。那么白棋一贴啊，这个时候作为这个孔杰啊，依然呢还是完全的被蒙在了鼓里啊，被蒙在了鼓里。这个就是说一看是不是白棋做最后的挣扎啊，想对这块棋发动冲击，但是我黑棋能跟着你硬的话呢，自然呢是没有什么害怕啊，害怕的。那么黑棋就挤，这和刚才我们说早劫财连走两手这个情况当然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挤，然后呢白棋走，那么黑棋断啊，这个断呢是有用处啊，这不光是断开这块白棋，对自己这块棋的做活啊还是有帮助的啊。为什么有什么帮助？我们一会儿呢，就是说呢能够看得到白棋长啊，黑棋点，这时候可以说啊，孔杰已经是觉得是胜势在握啊。这边白棋大亏，以为只是白棋做临死前的这个挣扎啊，临死前的挣扎。那么孟正朔呢也靠在这呢，好像白棋有点放弃了这个抵抗的意思啊，那这个也是明显的这个有毛病啊，也就是说白棋自己啊有弱点有毛病，黑棋一断，这个白棋啊就是说有点支离破碎的感觉，那么只能搬，那么黑棋就拐啊，白棋粘啊，黑棋就拐啊，这个时候你如果搬，白黑棋就吃掉啊，这样的话呢这个又是在送死啊，这个或许在这个时候孔杰啊已经是等着这个木正朔呢来认输了啊，等着木正朔来认输，可而对自己的这个危机啊可以说是浑然不觉啊。那么其实木正朔这么下呢，这个是他呢肯定看到了啊这个弃子以后的这个手段啊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就是说啊赶快计算一下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那么这个走完了以后呢，就是木正朔看到了啊，孔杰是茫然不知，但是呢可惜的是呢，木正朔在这时候呢不够老道啊，不够老道。这个时候呢白棋应该顺手就搬一下，把这个黑棋啊走中，这个黑棋可能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可能就简单的走一个啊，这样能走一个呢，走中的话呢这个白棋啊接下来还是就大有翻盘的这个希望啊，翻盘。那么白棋现在呢稍微有一点点冲动，那么
这个白棋到底隐藏了些什么手段啊？这个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？我们呢，马上呢就给大家这个揭晓。白棋粘啊，肯定要粘了断。这时候啊，孔杰依然可以说是毫无，就是说没有感觉到这个危险，他还是最后时的啊，把这个打吃走掉啊，跳。对这里的对杀呢，没有这个警觉，因为这个看起来很简单，你不能被我把两个子吃了，是吧？这个杀气是永远是不会看错的，是吧？但是在这里啊，穆仲硕弃了这个以后，隐藏了这个弃子的妙手啊。或许有些棋力的棋友现在能够看出来啊，这个是经典的。如果把它作为一道死活题啊，让孔杰去做，告诉他有棋，那他肯定能做出来。但是往往实战中啊，这个就是容易麻痹。白棋这时候呢，今天的一手打吃，这个一下子我想孔杰马上的一身的那个冷汗就下来了啊。只可惜呢，这个地方啊，白棋能够先在这里把劫财的做大的话呢，这个翻盘是很有希望。但是啊，这一手可能说非常隐秘的一手，那么整个棋子作战可以说有了这个啊一手呢能够成功，这个也可以说是完全是一个盲点。弃掉三子啊，继续。这时候黑棋当不能粘啊，这粘呢等于自己撞气了，这个里面只能下成双活，双活这个外面是死的。那么现在虽然可以吃白棋的接不归，但是白棋通过啊这个弃子以后，让黑棋吃三子，反而呢把这个再一断啊，反而呢把这个黑棋的气啊全给紧住了。把黑棋的气呢，这个全给紧住，这个完全可以说是出乎这个大家意的啊，其实也是一个盲点。那么这个劫啊，可以说黑棋也变得相当的重，也没什么好走的，只能是打吧，对吧？因为你现在去提那没什么意思，提的话它这些都是劫本身劫，那是这样打这个劫呢，这个就是说这一代呢就不是本身劫啊，这些都不是本身劫。那么这时候啊，当紧这个的时候，就是变成一个天下大劫。而这样的时候呢，白棋才想起来搬这个，这个有点这个为时已晚的感觉啊，为时已晚。如果先走啊，那么能够通过这个劫把黑棋吃掉的话，这个收获就是大家一眼就能看得出来，同时对这块棋啊还有威胁。不过呢这样的话呢，白棋呢这个还有机会啊，这个棋局呢，因为吃掉是先手，然后再回来补这个角。只可惜现在你把这个底牌亮出来了，再来搬这个的时候，哎，那孔杰呢这当然是就看得清楚了。那么他先打，就不会把四个子死成五个子，等于白棋呢这样走了以后呢，只能是吃掉这个黑棋四颗子。但是吃掉四颗子呢很可惜啊，这个棋局呢还不太够，先打吃一下，开劫前呢做准备再打。这个劫黑棋是不可能啊，不能够这个打输的问题。那么白棋打的时候，黑棋一看，哎，还有一枚劫财，他那先提一下，稍微便宜一点点。然后白棋打吃，白棋提过来，黑棋呢这时候还有冲的一枚劫财啊，你把这个提的，那他这个冲是跑了呢，这个由于这个中间权损失了。
白棋还是不够。那你白棋再打吃的时候啊，这样黑棋把中央的损失呢，可以说减少到了最小的程度啊，只死了四个。如果早先准备工作做好呢，他可能会死五个六个啊，而这些题呢都走不到。这时候呢，黑棋不要啊，可以说白棋通过这边弃子啊，一些隐藏的这个种种手段，在中间呢，应该来说还是获得了很大的利益。这个提掉啊，获得很大的利益。这个中央拔了一个花，但非常可惜呢，就获得这种利益呢，还稍微呢不够的一点啊，欠缺了一点点。欠缺了一点，而黑棋这块棋由于刚才断了，多出了一个这个顶的先手，对这块棋的死活呢有帮助。黑棋这块棋呢正好是活的，等于是只能这样呢，这里留有一只眼位。这个刚好呢就是说能做活啊。这个白棋粘上，黑棋先顶一下，这个是先手，因为这个一立一虎呢就可以活。白棋搬，黑棋呢再贴，这样由于恰是先手，这里呢有了一个眼位。仅这样的话呢，就是说呢，白棋虽然在中间啊提了。把这个一飞成棋精啊全给拔起来了，但是也毕竟呢这边弃子的目数呢还是损失了不少啊，目数呢还是损失了不少。由于这块棋啊也不能这个杀掉，而这个最后补完了以后呢，这个地方啊还需要收拾。这个白棋呢虽然啊这个一直下得很漂亮，通过弃子隐藏了这个巧妙的这个手段，但是由于呢这个开劫的时机不成熟，这个呢非常呢就可惜，这个局面还是呢要稍微呢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。而作为这个孔杰来说啊，也今天也是可以说是非常的幸运啊，在浑然不知对手的这个一切手段的情况下呢，哎，既然还能惊险过关啊，这个只能说是运气啊，还是非常的这个不错啊。一般来说，这些看不见的这些手段，哎，一般总是这个人家一动手，你总是要输了。可是可惜穆仲硕啊，这个时机呢，掌握的这个不太好啊，不太好。那么接下来再去走这个呢，这个也没有打这个劫呢，也没有什么意思啊，没什么意思。其实本身作为这个来讲呢，就是打吃完这个以后呢，黑棋啊，这里是打劫，这里度过呢也是打劫，其实呢是个连环劫，黑棋呢这个还是活棋，那么白棋呢实际上呢开这个劫呢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啊，同时白棋这里呢还需要这个收拾啊一下这个局部，那么这样呢应该还是白棋啊。这个不是太够啊，不太够。这个，未能呢，就是说呢，扭转这个局势啊。虽然这盘棋呢，穆仲硕最后很可惜呢，还是输了啊。但是在左边的这个弃子构思啊，以及啊这个一路拐打这个对杀的盲点呢，这一些下的呢，还是非常的这个漂亮啊。如果能够就是说在动手之前再把外面的劫材做大一点呢，那就非常的精彩孔杰呢赢得也是很幸运。好的，今天的棋局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，大家再见。